还有十块。耶、yeah! 哦！哦，这还有只小虫，我爱它。这有七根哎。对。Wow. 我希望这个假期延续一百年，半年，一百年，也不多，留个愿望可以吗？行行，不要他一百年，我也要一天。哎，我是不是许愿使不着啊？糟了糟了，田木然，我要多摆一个。来来来，我的愿望再分摊你一点。我也许愿这个，再多一天的假期。苍天啊，大地啊，我向着那个闪耀着的飞机许愿。你看，有飞机飞过去了，我看到了，所有蚊子都下来了。哦，咋了？有个什么东西？什么虫啊啥了？现在不要来我身边。这啥了？啊！干嘛呀？不要怕嘛，这是什么嘛？哇、哦！离我远点，离我远点。咋了？一个蚊子飞进我耳边。一个蚊子，离我远一点，离我远一点。你喜欢飞进我耳边。我喜欢明天可以去吃好吃的。你要不飞到我耳边？对，这就是嘛，是吧，有人？再来一个，就是开卡牌的吧。好呀好呀，我天天想睡到自然醒，难道我睡不到自然醒了吗？以后都我就许愿明天工作一切顺利吧。怕我要来个远大的目标，我许愿疫情快结束。哇，可以，然后我们就可以出去玩了，就可以实现我们去年所说的约定。对呀、啊，去年飞哥，不是去年，前年，前年，前年一九年了，哥。不，20年4月份，4月份，四月那个，在那个小房间里面。对，后半年。然后说少年 fire 干完之后，大家就出去、放松几天。我呢，我想快回到重庆吃好吃的，然后见见同学，见见老师，然后再看一下我爸妈妈姐姐。哦。再看看我侄儿，还有我下一个侄儿，啊，又有侄儿了！天哪，厉害呀！或者是侄女儿，哎呀，你姐姐，恭喜恭喜！我许愿，我也想早点回到重庆见我家的狗，他已经从学校里出来了，我都没见过他。上次你们不是哎？他们当时你们两个去考的时候去看了，对，我是干嘛去了来着？哦，我回成都会考了，赫尔出国。还是去外面买的就刚回去。你那是去年啊，今年烧烤。今年我在干嘛？今年你在你在体检、那时候体检有点难受。张哥天天在体检，张哥都不想回来，张哥都不想回来。张哥你可以也怕你们分心。关键是张哥边一边体检一边体检一边说皮肤晒黑了，然后一边发微博。最离谱的就是你跟我们说体检之后，然后你一边在微博群里面发体检。对，你说我出去玩了，你们在训练。马哥许愿也要去体检。马哥是真的去检查身体了。你们两个都是体检，我就说一个是真的，你们两个人还约好一起去体检。我也体检了，我最后一天去体检了。主要是那个课表发出来，张哥体检，说实话，我有点半信半疑。我这天什么体检？哪个也写的体检、啊？张哥，冲！我希望我能跟张哥一样去体检，明年。你干啥了？啊！我说一个，我有两个眼睛。眼睛笨得像铜铃。我希望疫情快点结束，我们能快速的开一场线下的演唱会。想了好久了，真的太遗憾了。从去年说到现在的，20周年吧，希望救我丁哥，火力开，丁哥救我！你看到那只飞蛾了吗？去，做一只飞。吓死我了！啊，不能！飞我脸上了。我希望今年的什么来着？第一个愿望会考，我能够圆满的过关。我为什么要许这个愿望？不是肯定可以过？我也才第二个，哎，又来了，我来五个，你这么猛吗？还得靠啊！我希望我们天梯接下来所有事都一切顺利。好，就这一个愿望，我也许这个，来。我也许这个，我把我剩下真的，我这五根，这个真的，这五根我也来，好吧？说实话，一切顺利，一切完美，好吧？我还有五根，来，哇，好恐怖啊！一切顺利，说实话，要不要一起算了？一切顺利啊！是的，一切顺利。接下来的任何事都一切顺利，顺顺利利的，身体健康，完成。然后大家想的都能实现，好吧？相信我，我是星爵。哎，我是什么爵来着？勋爵，不是，星爵。好，星爵，不是，
朱雀里的那个，我知道星爵。虽然我有点怕烫手，但是我还是想举起来。Nice。哎，我看得到。拿了你的手机。看不烂。完美。还是愿望比较重要。黑了。好。乌油。不是一样的。没有，加油加油！为什么我这个最后冒的这么燃？渺小而伟大，即使它火苗熄灭了，余温犹存啊！摸一个，摸一下，它不可能这么快散热吧？这就跟散热功能有关系了。我来变个魔术，救回来！你把你救回来！谁呀？碳，你在干什么，兄弟？哇，北斗七星在哪边啊？不知道。看哪有勺子？勺子？没有，我连什么都看不见。把灯关了吧。来吧。也没有。什么呀？看就是啥也没有。怎么一？刚才就是一片云。那有颗星星。真的吗？那有一颗。哇，真的？就一颗。一颗挺好的呀，证明我们是一体的。而且就在我们上方。团结一致。哦，是啊。这颗星照耀着我们。说不定我们以后就在那儿。啊，我们的目标在那儿。别吓我呀，江哥，我还不想这么快。意思是，我们会吓死吓死。我们是最闪耀的星。OK， 等到你。江哥，我告诉你们一件事实。说。两件八十。啊？他说他告诉你们一件事实，四十，两件八十。在玩梗呢、啊，他告诉我啥？我还一件四十，一件四十，两件八十。他让我来告诉你一件四十，他故意的谐音呢、啊？对，谐音梗扣钱。扣钱我都没钱。你好有梗啊，梗王。哎，那里还有块？哪儿？完了。我们的敌人。左边。不是，我在说什么？这儿吗？在这儿。斜上方。证明我们的未来还很遥远。你看，它之间都没有阻碍，说明我们的路会畅通。睡着了吧？还挺舒服的。嗯，好舒服。冲上我身上，我也这么觉得。马哥，帮我弄下去。啊！